育儿学校 Power Up， 影片取自 Red Velvet IG， 如遭删除请见谅。韩团 Red Velvet 日前带着新歌 Power Up 回归乐坛。七日时官方频道释出了成员 SULGI 瑟琪叫 Super Junior 和少女时代。这次的重点舞蹈影片，他也忍不住赞叹前辈们只看一遍就背下来的资深功力。Red Velvet 回归突翻设自 Red Velvet 脸书，瑟琪身用 Red Velvet 的领舞，趁着日前 SMTOW 连在大阪举办时，他特地叫了前辈们新歌 Power Up 的重点舞蹈。第一个学生是 Super Junior 的希澈，只看一遍就完整消化的希澈还自赞，我跳那个好吧，欧巴只是舞跳的不好，背舞很快的。接下来改前往寻找少女时代，太妍在后面用余光瞄一下，随即就跟上。中间突然加入的校园也是看了以后就能做出动作，可见11年功力。希澈、校园和太妍学 Power Up 重点舞蹈，突翻设自 Rain Velvet IG。 最后瑟琪前往休息室，是发现了少女时代舞蹈担当允儿，兴奋地说要叫 Power Up 的重点舞蹈。允儿只用眼睛扫描了一遍，为了完整度还自己往左边跨了一步看个仔细，果然迅速就跳出了正确舞蹈，还加入个人特色，让瑟琪也忍不住赞叹，哦你真的跳得很好。他也有点害羞的炫耀，我可是少女时代。允儿用眼睛扫描舞蹈动作，马上就跳了出来，图三是自 Red Velvet IG。